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顶礼坛城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嗡啊吽。平等一起受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。请师母上座。请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。请教授师法师上座。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。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我们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龙边，师尊你好，我是莲花美英，从新加坡来。欢迎。龙边还有吗？后面。师尊、师母、各位上师、讲师、法师、同门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莲花依兰，我是从纽约相德同修会，感恩师尊。还有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？哦，前面传到前面。师尊师母，各位上师法师大家好。弟子莲花立维，从台湾台中过来，第一次进来，感恩师尊，谢谢你。欢迎。还有吗？湖边，湖边这边有吗？师尊好，师母好，大家好。我是莲花翠萍，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爱城金雷战士的同门。我们有27位徒们，欢迎。所以大家都是团体一起过来，好像 Kelly 啊，他们也是团体过来的。师兄好，师母好，我是莲花手运，我们是 Calgary 来的。这个20多个差不多了。Alberta 还有40几个，欢迎。还有吗？那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仁波切、世界各地众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